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这一嗓子满满的求生欲。往我两边看，对，我踩了它就往下，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。对对对，只有两端高了，你腰在这儿，你才可以使劲往外蹬。4月22日，由黄建新监制兼导演的电影《1921》发布全新人物海报，王俊凯饰演的角色邓恩明正式官宣。随后，片方发布了拍摄花絮。片场花絮中，在拍摄大家翻墙的镜头之间，穿着浅色中山装的刘昊然和王俊凯轻松翻过，刘佳一却被卡在墙外，向兄弟们呼救，还被刘昊然吐槽这一嗓子满满的求生欲。随后，爬墙专业户王俊凯向刘佳一提供专业指导，纠正他的姿势，还亲身做示范。熟练的一波操作惊呆了小伙伴。喜欢就订阅呗。